我以祷告爱妈妈，从十个方面为妈妈祷告。灵命日粮事工制作。愿妈妈满有智慧。全智的上帝啊，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你便是聪明。我们每天都必须处理大大小小的事物，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实在非常需要你所赐的智慧和聪明。每当妈妈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上司或客户的要求，不晓得该如何面对工作和家庭带来的挑战，不懂得该如何做出合宜的选择时，求你指教她，使她心中有智慧，应对自如。每当妈妈感到无助时，求你使她想起圣经的话语，便受到启发。愿她借着祷告，将自己的需要都告诉你，你就施恩帮助她。又愿她谦卑受教，从有智慧的人那里得着帮助。求你将上头而来的智慧赐给妈妈，使她口出恩言，多结善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引导你为自己和妈妈祈求，又愿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你们祈求。